啊，迄天哦，我弄到你的时阵，我就瞧你的身躯，看你都无啥正经，我就无法度哦，联络你厝内底的人。啊，你到底是住伫倒啊？你讲你叫宝琴哦，张宝琴。哎呀，你袂用的啦！我看你哦，真亲像是离家出走的。我看我是报警好啊。报什么警？阮爸妈拢已经皇太死啊！啊？那不是因两个用性命把我保掉？迄个背骨的是喊我拢要太死呢！迄当阵嘛无人来救阮啊！背骨的，刚刚恁倒是好社会啊！啊，那个，你即马是想要报警抓我是？无啦，你一个囡仔屁，我报警抓你是要创啥啦？我是想讲，我要找你厝内底的人来接你啊。阮家就阮爸妈甲我尔，你是要通知谁啊？啊，哦，你若不愿意讲哦，阿伯我就卖问，哦。是嘞啦，阿伯。不是我无愿意讲，是阮爸伊爱我隐姓埋名的，安尼才通好我入去。那是照你拄只讲的啦，哦，嗯，你即马那是用你以前本名，真正就有险的。嗯，我感觉哦，雪清这个名哦，跟你真适配。你看喏，雪清，张雪清。嗯。好，为今嘛开始，我就叫做张雪清。哎，带我拍相片呢。啊，你是看到我的查囡仔伤水？叫迄惊到的哦，阿伯，伊是你的查某囝？是啊。客妹拄要稳重如山，我一直无勇气甲伊讲，其实我都是害死因查某囝的凶手，我害客妹失去上珍贵的亲情。我甲人扎一张相片，随时提醒我家己，我的罪过。我要伫客妹身躯边做牛做马，一句怨言拢无，一直到我死为止。叶先，多谢你。敢是天公伯疼惜，想要到这个时阵，我竟然阁有心啊！啊，不过，莫到今晚未度过危险期，我无法度甲伊分享一个欢喜的消息。我袂当这么悲观，无得靠干妈讲这好消息，会当鼓励着妈回家再清醒的。一定会如何？如果是这张相片，当真已经好认啊！而且确实，真有可能是 AI 制作的。丹夫人，这关系到丹大立伟的前途，希望你会当重视，最好马上来这个地点。这一定要去看卖啊！
伊讲迄个所在你知影，讲真实。我知伫倒位。安尼，咱即摆紧来去啊！林小姐，你的工作还袂处理好诶？你想用人工皮贴我打起？袂用诶啦，你的工作遐尼深，若无水处理吼，会有问题啦。袂要紧啦，你拄只已经有消毒啊，麻烦你较紧诶。亚杰专工甲过去我甲妈住的所在做起来，到底是要创啥？是谁会传这个物件给我？敢是亚杰设计我的，还是另外一个别人啊？这是过去妈甲董俊住的所在，想要传相片给我的人爱我来家，佮讲关系着董俊的前途，敢讲这有甚物秘密？还是讲董俊甲杜光亮的代志有关系？到底是甚物人传的？伊目的是啥？万一是董俊的对手，调侃乌康，要破坏垃圾水。我若是中计，等到害着董俊，这嘛真不简单，我可有心啊！我看搜索去。为着董俊甲宝宝，我一定要去要看卖，我袂当让别人有机会破坏我甲董俊阿母的感情。安尼对我，对董俊拢无公平。林东贵，进前大家一直在找藏杜光亮尸体的林东贵，刚刚就是这个。董俊是安怎被家车走落来？刚刚是为了要藏杜光亮的尸体。这里面敢真正是杜光亮？不管怎，我得拍开看看。
真正是大哥娘。妈咪怀疑啊，哈，就是迄个上来，你也帮你闭鬼。啊，先来看卖啦。那我这个锁匙插伫遮，可能是也是熟的。无论安怎，咱拢爱入去确定一下才知影。查袂到的林东奎，敢真正是为爷姐藏起来？既然拢来啊，总是爱去看卖。你去开。紧去啊！